嗨，我是高雄小叮当，噔噔。嗨，我是小叮当的二姐。你好，小叮当的侄女 Apple。噔噔，我们现在在哪边？啊，还有一个啦。我是要来三地门玩，我是小叮当的妈妈，就是人家号称的烟柱啊，烟柱啊，对，没错，蛋糕烟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来山川琉璃大桥玩哦。等一下就要过去了，票已经买好了哦。好，在那边。等一下走上去就是山川琉璃大桥。我不要。你背就好了。好，我不要。好。现在在买什么呢？爱玉冰。好。非常好吃的爱玉冰。你都不要给我放什么，就糖水放一下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小米锅贴，对，很好吃的哦。哇，你节目才第一站而已就要吃午餐啊？还没十一点，要吃午餐。那说 Apple 好像肚子已经饿了哦。哎呀，太快了，我们才一开始而已，他就已经饿了。你们开始吃冰啊？没有，才刚开始而已，哎，对不对？节目才一开始而已，他就要吃冰了。我有 Apple 的精神，哎呦，被瞪了，好恐怖！我看一下，就是他。好啦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吊桥见。